刘老师你好。哎、欸，你好，你好，哎、欸、哎。刘老师，咱来介绍你的主编哦。你较早是啥物原因开始接触主编？哦，较早阮的爸爸妈妈因的时代哦，拢做美容，家庭副业为主啦。啊，你是甲上学？吓，啊，都细汉的时阵吼，啊，阮爸爸啦妈妈的时阵，伊做美容，啊，阮就细汉拢爱家起床就爱到扛米啊，啊，起偌底啊，到弄做，反正做美容的工过拢起甘爱到做，吓、啊。在那个过程当中吼，啊，对这米啊煞有产生着兴趣安尼。嗯，所以米啊就是咱后边这吼。嘿，对对对对，这啊这变起来这就是迄款阮破米啊吼，这。哦，所以你原本厝的就咧做。较早，啊我做兵，当然做两当米多，啊就放弃啊。啊，后尾先去外口做啥物？无啊，阮。伫山顶吼，迄阵啊，做农啊，种柑仔，啊，青啊，啊，柑仔较歹了后吼，拢去互排虫去，排虫了后，阮就转来转作，啊，落迄阵讲着青啊，阮就迄阵啊开始家己是较少，拢出去外口包青啊，做咱的家庭的副业安尼。哦，所以主要是少年时拢咧种田就对了。嘿，做事啦，做农。啊，几岁才开始做这个主编？这个主编的这个工作吼，就正式我伫三十二岁迄个时阵哦开始。迄个时阵就是讲王景老先生伊的作家作品已经取代着阮的主编的本机啦、米罗啦。反正在主编的部分，拢就去予取代了。所以讲，伫迄个当中，阮就米罗嘛，每个在做嘛不好。嘿，阿变安怎？啊，落尾啊，迄阵就转作来包青啊。哦，包青啊，就对。嗯，啊，包青啊，利用闲的时间吼，我就是讲吼，伫困困的当中，安尼想讲吼，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十外岁。啊，学的是讲简单的一个农用器具啦，吼，叫火浪啦，啊，人咧去起啊掠，四脚的脚啦，火浪吼，嘿啦，啊，是讲咱要家庭用的那拍物件的杆仔啦，我阿弟阿就开始产生一个兴趣，啊，正式就伫三十二岁以后，我就讲这个，阮这主编。就是去哦，作家作品取代呀。啊，我呐无来个转换做迄款缩小版的艺术品吼，反正后摆会一代会搁再一类嘛，未必然因会知影讲一个农村的一款物件吼，家庭用品，对，甚至嘛拢唔嘛，所以底下我就开始来做缩小版的迄款。创作开始安尼，就古锥安尼细项诶。嘿，爱编织方法就较困难着无？愈细件愈歹编吼。哦，那歹编，像即卡就是双喜，双喜哦，你甲看嘛，背面嘛是双喜，双面编诶着无？无，双喜无做兵衣。哦。啊，咱现在白行衣就是做兵衣。哦，讲到即个双喜，就是讲。我迄只动机开始，会安那才要想要编这个双喜的，就是讲咱较早农业时代时喏，来嫁娶嫁，会查囡仔去头吼，拢爱夹一脚的，一脚讲叫做下竿啊，但是伊是较大个，伊是啊讲叫做下竿啊，伊就是第较早农业时代还无长车啊。无参加以前，就是要底尖线布衫用的一个个物件，啊，才开始啦。你迄个时阵，人伊就有在啦，变双喜出来啊。哎，我嘛是讲，呀安尼，这阿来个突破咧，唔是讲讲变双喜尔，作者就我后壁个吼，迄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拢纯粹拢用这笔啊个变出来。哦，迄字拢会当变入去。嘿啊，嘿啊，啊像这吼。讲我反面来讲，像这是万二花，对啊，万。红红叶做满月时吼，啊阿嬷拢会
三阿爹来做嘛，袂啷个天灾办办伊个，嘿，那就是底下迄个开始，动机吼，是讲安尼，即我所做个物件，哪哪个无做塑胶板起来阿摆。但是你一开始咧做，做了真欢喜，但是应该敢无人买？哦，买哦，即卖好啦。哦，你讲我讲塑胶板，你讲看嘛咧吼，像只火人。较早是农业时代，啊不，暖暖包的时阵哦，这是取暖用的一个一卡火炉。所以内底放木炭，木炭，嘿，保暖，嘿，对，取暖用的。较早农业啊，这种塑胶板的啦，那嘛要大卡，这多内底有。好啦，那这是讲塑胶板的艺术品，我就是开始底下，安尼一直想讲，安尼咱一直那个。做起来，啊哦，一直带嘛好啦，一直安尼嘛，迄个啊，就互因会当来，才看到我这个农业时代农用器具，甚至讲唔是讲干呐农业时代家庭用的器具，甚至即摆来我用，你看创作艺术品，像编织啦、编花杆啦，哦，这种是我上届伊迄款爱。来创作的一个部分就对了，但是要编这是不是爱先学会破茶、破米啊？哦，你讲到这重点，你第一点若要袂晓破米啊吼，什么讲拢唔免讲，这是最基本的基础。你若会晓破米啊了后来咧，你要做一件大件、细件、大细皮、厚薄，咱拢迄阵啊都会当拿捏出来，才有法度做出一件。品质较好个迄款成品安尼，但是即无人学，也是讲较少人学，是因为迄竹仔定定去插错着，对无？插着，所以迄就是困难的所在嘛。迄款个还佫较少输啦，插着吼会当用针眼，还佫较少输啦。啊，主要就是爱有耐心吼。哦，即还佫加一句，爱有耐心佮信心。两个搭配起来吼，你要学你若无信心、无耐心，一件物件做袂出，完整诶一件真水诶作品出来。所以这编法拢是固定诶嘛吼，编织诶方式啊。编织，伊有足侪种诶编法，无共款，嘿，但是伊诶纹路吼嘛是拢无共啦。啊，这拢家己安尼三十几年安尼一直绑起来。嗯，是啊。啊，你多少年摕到这个传统工艺的保存者？哦，这是去年啦，去年年底啦。哦。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的囡啊，一寡迄款资料吼，啊，拢甲伊帮你整理，帮我整理，啊，佮加上阮基金会吼，就开始出去外口，各种。学校、国小、社区、大学，甚至中正大学，我嘛拢安尼出去伫教，我一个只资料累积起来，迄款汇总吼，做一本册，啊则一起咱家己关阮老师，阮个旅游局吼，去遐申请。哦，所以就是梅山文教基金会来整理，甲恁教。啊，这本册。嘿，对。所以你原本就一直咧社区即个梅山一直咧上课啊。我唔啦，阿梅山咧。对。我想讲哦，甚至屏东、啊台南，哦，我嘛拢一家己知，啊，袂定。所以这种物件就是老一辈做有感情的，对不？我要讲就是讲感情吼，真正有感情啦。是安讲我，像一支笛啊，甲错个已经是毋是无生命的迄个啊？但是我阁经过我的手，甲拍做米啊，你甲编起来，安尼个做一件物件，伊即卡顶是嘛顶有生命啦。对，你中心得变作有生命。系啊，塑胶阁俗啊，阁紧啊，你吼，就是对种物件就愈来愈。哦，你讲到这点吼，即卖就是咱政府单位吼，正重视这个环保。你看像。阮做的物件拢是竹仔为主，啊，竹仔为主吼是上较环保，拢唔免讲烦恼偌久，袂拗袂烂去，啊，竹仔都搭去，做过
一当以来有的拢烂去啦，所以这足环保的。啊，你除了变迄个物件，你敢有呾上色、擦色？就这卡，这就拢无上颜色。像这个，我都上颜色啊。对，七变。自身哦，爱用个泥。迄茶还袂变进前，爱先泥色个。袂变得进就安尼，啊先泥好啊，啊再来变。像头一卡甲一卡温度嘛拢无同。哦，所以这变化足多吼。哦，足多這种你讲这个物件要也变化是足多种足多。啊，即卖是毋有一挂人要嫁娶倒来，只只买物件对无？迄是干啊，新娘落轿啊，放干啊吼，这就是香芋，你敢有看？哦，浮，你啊浮雕安尼嘿。嘿，啊你讲，反正嘛是同款，有啦吼，啊就是这個。像这家来讲哦，传统的就是爱白丁，才有够传统。哦，爱白丁咯。哎，啊，你若是讲白，你讲银砖还是铜砖来讲，艺术价值就拢无呀。哦，啊，唔是怪新娘怪砍头。哦，你讲迄个无同。哦，迄无同。迄是钉胎。钉胎哦，上轿的时阵，那有新就。爱夹狐狸，袂使夹钉胎啊！哦，是狐狸哦。哦，欸、你若夹钉胎吼，是倒掉。哦，拢有传统的意义了，对。有意义，用意啊。嗯。老师，你讲你即卖时间好无？逐工你拢有咧做哟？就你外口教，剩的时间部分啊，家己也肯过嘛是爱积极爱管理啦吼。对对。啊，用的时间，甚至热天。你我在那那边，嗯，所以田甲这周边你拢有咧做着着，嘿，是安那拢咧种山茶花。哦，你讲着这个山茶花吼，我嘛要讲出阮的心声啦。住在阮梅山乡，就是阮遮安静村吼，甲半里村上盖好个两村。啊，即摆来咧，就变作上山的两村。上山哦，嗯，上山。啊，迄阵我就是讲，为着要阮安静社区，免安来个营造，一个阮就开始对步道开始。登山步道，嘿，对。啊，步道了后咧，你干那步道嘛无效，你就是爱有一个配套措施，咱过来，你特别你嘛来在当欣赏，欣赏山茶花，让欣赏周边。哦，伊时间就终于要个再起个呀。哦，嘿，我。用意就是这只，所以种山茶花，有当下就要提起迄个社区种种安尼吼，和社区较水啊。哦，我拢一只，拢一只人就来欣赏啊。哦，你即马敢有教一寡固定的学生？哦，即马伫德甲乡，固定咧上课咧。嘿，伊个差不多，等于基本演员就对啦。啊，我教我学，我学将就当啊。哦，一直带你学啦。嘿。用的时间，甚至去伊那上课，除我用伊嘛个书啊，拢会来个只，来只个学啊。啊，你后尾敢有做一寡较创作型的，就是唔是咱这传统的形体，较新的形体有无？较新的就是讲较大型的啦，就外口迄只羊啊啦吼，迄羊啊是做较大，啊，咱家己饲上下庙内底迄只牛嘛是，啊个。咱的迄款家己种米多咯，我嘛做只白牛，迄只去，你只底下拢还阁看会着，迄大型的哦，这个因真满意。大型的公共艺术啊，敢卖插什么插的保护？哦，因那是较来观众，我用父母纪念啦，父母有。哦，嘿嘿，伊安尼就冻较久啊。嘿，对，我看你足侪学生啊，卖家己来你只找你嘛。嘿，对。啊，耍周边就看花安尼啊。拢是花，即摆啊较寒人来才较开啦。哦，冬天开花啊。嗯，啊，即摆来种重点，拢是只学一个，迄款物主编的一个艺术品。迄款伫做的过程当中哦，拢有迄个感情融入。好，谢谢咱刘老师。没啦，嘿。